你听春天的笑声，和你共赏着年关的灯会，看看灯，听听相声，有什么压力烦恼，那一扫而光啊！啊，哎，您看咱都来了，借着这么好的灯会，咱是不是得即兴干点什么？可以，比如说呢？我提议，咱打个灯谜呀、啊！太棒了！我说一个，你们猜吧，好不好啊？来，这个谜面特别简单，俩字儿，好呀。这是春节期间的一个文化活动。这还真不会呀。那有什么不会？多简单呢、啊！谜面是好呀，猜什么呢？是春节期间咱们到杨柳青来看灯来，看灯去不去啊？好呀，一块儿呀。走，咱们看灯去啊！好的。其实啊，说到天津人，我觉得天津人骨子里天性是乐观豁达的，对，甭管遇到多大难事都能挺过去，乐乐呵呵的往前看。对，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第六部村，去年遭遇了60年不遇的洪水，可是你们看现在怎么样，生活恢复如常，大伙儿又是喜气洋洋的。可不是吗，师傅，您看了多好啊，大伙儿在村里天天开开心心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，太好了，这就是咱们天津呀、啊、独有的气质，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。那是啊，事儿大事儿小一声呵，凡事不往心里搁。哎，这个乐观呢、啊、是天津人骨子里带来的啊、也是这座城市的原始魅力。这里呢是杨柳青，一座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。在大运河畔，郭老师，您看咱们古镇啊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多好看呀！那是啊，京杭大运河横穿杨柳青镇、过去有句老话，说是先有杨柳青，后有天津卫啊。这地儿我特别的熟悉，什么史家大院啊，什么安家大院啊，我们常来常往，看着心里就痛快啊。走，咱们瞧瞧吧啊！好呀，走，咱们逛逛去，走。好嘞，观众朋友们，咱们接下来啊，接着听相声。好、